耐寒纪录保持者，号称世界第一冰人的金松浩，六号来到天津市的极地海洋馆，挑战由他保持的吉尼斯世界耐寒纪录。在游客们的注视下，有着世界第一冰人称号的金松浩走进了企鹅馆。一番准备活动过后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金松浩坐入了一米见方的玻璃盒子，里面盛满了冰。挺担心的，我怕他坚持不住，怕他们身体有不适什么的。然后看给妈那个摄像师都穿的这么多，看他穿那么少一点，不觉得冷，觉得挺惊讶的。不过金松浩在里面却很自如，除了与观众互动外，他还即兴画起了企鹅。那个，我听说天津有这么一个极地馆，哎，还有这个有个可爱的企鹅，我就过来想尝试一试看。当外面的计时器显示两个小时的时候，金松浩追平了他自己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。不过追平纪录只是开始，金松浩打算将耐寒纪录再延长。2小时08分钟，最终金松浩将吉尼斯世界耐寒纪录延长了8分钟。